喂，快啲 WOGI 快啲 WOGI。前面嗰位咪係白蓮難得一遇，人稱強積金人肉字典機嘅積金大師 Master MPF， 等我即刻上去同佢做個訪問先。跟我嚟。積金大師，積金大師，買走住，買走住，我想同你做個訪問啊。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大師，聽講你有個強積金人肉字典機呢個稱號喎，對強積金投資可以話無一不知，係咪真㗎？冇錯，對於強積金嘅資訊，你所知嘅我知曬，你唔知嘅我都知。咁犀利，咁我想问一下，投资三元素涉及个三元素系边三元素啊？咁简单嘅问题考唔起我嘅，咪就系回报率、时间同埋本金咯。不如我考翻你啊！呢三样元素里面边一样最易控制啊？咁简单你都唔识答，不如我哋求其条街上面问个人，睇下知唔知啦，好唔好啊？喂，楼下个后生仔，你知唔知强积金投资三元素边样最易控制啊？我梗係知啦，咁簡單，咪時間咯。只要投資時間夠啊，即使本金較少，回報率較低啊，都可以較容易達到理想嘅儲蓄目標噶嘛。好似我偶像積金大師話齋，年輕啊就係本錢啦。又好似我咁樣啊，咁後生啊，大把時間做好投資啦。多得積金大師點醒我咋？仲有啊，嗱，你見到啦。街上面求其問個人都知道，時間就係最重要噶啦。年輕就係本錢，時間就係金。只要及早投資，好好管理 MPF， 第時老咗啊，就有基本嘅生活保障啦。所以你話啊，時間係咪好重要啊？